Later， 来来来，别玩了，别玩了，帮我干件事。真的吗？找我？你说啥呢，八兄弟？这玩呢？啊！Later， 老爸，春节在抖音参与分20亿红包，你想成为春节锦鲤吗？想，那你就赶紧拍视频，让锦鲤官杨子看到你。好，那我带你去拍视频。我受不了了！一个坑货，坑货就你那技术，你还玩？关你什么事？啊，关你什么事？我跳舞艇。这你别笑，别关门呀，老爸，锦鲤不要了吗？老弟，今天是咱俩生日，能咋的？我想今天成为咱俩友好的一天。我刚学了道西餐，今天中午做给你吃，咱俩好好过生日。我信你个鬼！你这个糟老头子坏得很。过去的每个周末都让我弟绝望，而今天我要给他一个美好而又难忘的生日。这道西餐我刚学的，不太会做，但我会努力把它做到最好。吃吧，老弟。不吃，你这是在欺骗。你把那面吃了，吃完咱们吃蛋糕。老弟，你等一下，这叫饼干蛋糕，做的像泡面，它就是用蛋糕做的。老弟，这下我是真有事儿。我缝衣服，我穿针穿一小时我穿不上，我就想你帮我穿一下，穿上你记得睡。拿来！行，你等一下。快！老弟，你的眼睛真好使，一下就穿上了。别哭啊，你要不要？盘点小杨哥一家的家庭地位。老妈，好久没有看你展示家庭地位了。
鸡。我太难了。老爸，你为啥这么怕老爸？他爱生气。爱生气那叫公主病。公主生的病才叫公主病。你妈是公主吗？啊？你妈生病叫神经病。哎，老王，你就这说老妈呢？那就有毛病。大晚上你要去哪？开个玩笑呀，老王。开个玩笑，你让一家出流，这么大人了。谁呀？这还是我们的衣服，老王。老妈，今天中午做啥？盖浇饭。老妈，你真好呀！他们都帮你惹生气了，你还要给他们做盖浇饭吃。你要知道，你妈我一直都是一个贤妻良母。大米换盖饭，撤！老魏，其实你不在家，我是很难过的。我等。请问我得使什么盖饭？白开水盖饭，撤。咱们这个是什么盖浇饭？哦，我们的是土豆、牛肉、鸡腿、鸭腿、青菜、鸡蛋盖浇饭。懵了吧？老爸，很多人还想看你展示家庭地位，怎么办？我的天哪，这是什么？爸，家里没有水果啊，不想吃点水果。媳妇，你想吃水果不？Nice。老姐，你去问妈要点吃的，你觉得妈会给吗？那肯定会给嘛。是的。老妈，有没有零食？我吃零食。妈不要吃饭了，零食吃多了不好。其实你吃不吃零食？我想吃一点点。意不意外？你不也是一样吗？你真不懂了吧？老妈就想让你多吃点，你不会吃饭的时候让我们多吃点菜。哦，你这啥都不懂，你就没有。等一下，十点了，老妈叫你们快点睡觉。我刚打开，我还没玩。老妈叫的。你妈呢？刚睡。去！还有谁？还有谁？去！你死！